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透星期五，马上要开始今天最后一轮的抽奖了，看看哪一通热线会非常的幸运。有请黑玫瑰，继续把88个号球旋转过后，谁都有机会。来看一下这一轮幸运热线会产生在几号线？有请黑玫瑰。黑玫瑰抽到的是83号线，要非常非常的恭喜83号线上的这位朋友，你的电话呢马上将会被接进到现场。你如果预测正确的话，将有机会一人独得10000元的奖金，祝你好运。来，马上我们来进行现场的连线，来看一下这是哪里的朋友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88通热线当中，有47位朋友选择了 A， 有41位朋友选择了 B。来，马上来连线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先生贵姓？我姓王。王先生啊，你的选择是 A， 希望你守在电视机前，电话不要挂。马上我们就来揭晓答案，在一段音乐声当中，请两位小朋友走到电视机前来，音乐有请。掌声送给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。好了，选 A 啊 ，A 的屏风后面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叫张新妍。在这里要恭喜我们的线上的这位王先生可以独得10000元，同样恭喜其他的47位朋友可以分享我们的10000元，恭喜你们！好的，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来，先从你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新妍。我今年7岁了啊，来自小红花艺术团小学。哇，来，小男生也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子宁。今年7岁了。我和张新妍是同班同学啊，她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。哦哟，最漂亮的女生，哇！哎，这个张新妍，我发觉了你这个唱歌的时候表情，尤其是眼神，特别特别的好看。能不能教教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在唱歌的时候注意眼神呢？好不好？有什么讲究？我跟你学一学。唱歌的时候克服心理，然后把心投入到音乐里边，然后面带微笑，眼睛睁大就可以了。就睁大吗？眼睛要睁到多大呀？要多大呀？我眼睛本身就小啊。你给我们示范一下，睁到多大？不是，人家以为我这个对眼呢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什么眼神要怎么看？有没有怎么看观众？你知道吗？怎么看观众啊？就是笑起来，然后。看观众的时候就歪着脖子笑起来，然后眼睛睁大，然后观众就会觉得你的眼睛好。所以这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，在场上来克服紧张情绪的一种方法。是的，真的我们看出来了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其实真的很专业，在舞台上非常的老练。好的，感谢两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来休息一下，谢谢两位可爱的小朋友。哇，好的，接下来时间交给王凯。好了，刚刚这轮比赛当中，如果说这个 A 方的这个小姑娘是他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的话，那么 B 方这个小男孩一定是他们班上最会讲话的男生了啊。好了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其实刚刚那段这个教学啊，我也特别的
发现了自己的问题，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歌唱家，因为我没有这么大的眼睛，所以眼睛决定一切啊。希望龚琳娜老师可以考虑考虑，哎，这个 A 方的小朋友是不是可以纳入他的门下，跟他一起来学一个徒弟呢？啊，好了，开个玩笑，在动物界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大咖，他们也争相报名，想要来上乐透星期五，到底是谁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好了，今天的四轮 PK 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在这儿要公布一下，在刚刚那轮比赛当中，微信的中奖名单又是刚刚手写的，纯手写的名单，叫做杜慧慧，恭喜你获得了游艇取暖器一台。当然了，除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外呢，还要恭喜今天的微博以及乐享电视的互动观众，中奖名单已经出现在屏幕下方了。如果你也有厉害的过人的绝技或者说宠物的话，赶快参与报名进来，0258543-2188，0258543-2188，我们等着您的参与。好了，各位，这就是每周五晚间准时和你见面的乐透星期五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从下一期，在下一期的节目一开场，我们也会在所有在本期打进电话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个号码，让你竞猜 A 和 B， 如果回答正确就会送给你10000元。是，同样要恭喜今天晚上所有中奖的朋友，希望您可以看清楚屏幕下方的派奖热线，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。是的，非常感谢大家每周五的晚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，也祝愿每位参与的朋友都可以中得奖金。是的，这就是乐透星期五，每周五晚都有非常精彩的项目等着各位，所以从下一周开始，从节目播出的第一分钟就请您锁定我们的频道，因为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将送出10000元大奖。而且节目在每期当中都会有四个非常简单的竞猜，只要选择 A 或者 B， 您只要非常轻松地拿起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，如果回答正确的话，您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金。嗯，好了，乐透星期五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，0256816-9188，这是全江苏在每个星期五晚上最热的一条热线，所以请你准备好你的通信工具，时刻准备着拨打吧。在每周五的晚上9点钟，我们在这里什么都准备好，奖金也准备好，我们的接线天团也准备好，就等待您的参与。好的，各位，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下个星期五晚间9点我们再见，拜拜。记下了。